普京表示，特别军事行动不会停，俄军解放的地方永远也不会再归还给乌克兰。普京的话显然是对基辅和西方国家说的。普京的态度非常明确，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什么时候结束，由俄罗斯说了算，由不得西方国家指手画脚。俄罗斯要把俄军在乌克兰解放的所有地方永远并入俄罗斯版图，不管你乌克兰或西方答不答应。